你讲猪肉产哦，你有讲过啊？但是我刚刚看到一篇报道，就是讲哦，植物生长初期哦，也含水量还足以应付叶片增长时，尽量延后灌溉，诱导根系哦向成土壤增长至一定深度之后哦，以后的管理就是事半功倍啦。啊，我就是想讲，你呐啊，这个拍产的道理来用蛋蚵仔的话，因为阮蚵仔若种落吼，三个月之前都是生长缓慢期嘛，三个月之后就是生长快速期嘛。啊，你若种落，大概一个月左右，伊大概就开差不多一休至两休啦。啊，若买啊较侪休的时阵，是差不多第二个月遐差不多四休五休安尼啊。啊，我就是要来请教，就是讲，植物来讲啊，那用蛋壳啊来拍产哦，拍个较大哦，伊根系向下扎哦。你认为哪一个时间会比较好？因为你应该对这個较有研究啊。而且我捌靠迄个后代啊，迄个育苗哦，迄足大的产哦，迄等到伊个根哦开甲足深的。经济开足济呢，我阁看到迄吼，六个字啦，旱长根啊，然后水长苗。我是讲要先教你这蚵仔拍产的问题，麻烦一下，我要听你的意见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老师，蚵仔拍产。来，这个蚵仔吼，伊伫咱即马咧种吼，其实。你若准讲伫你的这个想法，都像你讲的讲，我细长的时阵吼，小花甲放较大咧安尼吼，是毋是？这个大毋是讲，这个最重要毋是讲去甲伊放较大者，毋是讲甲拍甲像水稻讲拍甲比例胖，毋是这个意思吼，就是讲我互伊小花表面较大啊，有小花瘪瘪哦，啊，迄透气增加，我阁改即个入水啦，是虾米款吼？这个呢，当然，这种做法吼，这绝对是无问题吼，绝对是足好。但是即马这问题来啊，吼，上大的问题就是迄个时间真长吼，所以足够发臭的。所以咱蚵仔伫前期，尤其咱那是即种水蚵仔，咱伫前期的咧种的时阵。那么上重要，因为伊个时间吼，头前头五六个月吼，拢会去，互伊变作是较尤其即马以水蚵仔来讲啦吼，来讲，即前头前个五六个月，希望拢会当保持有水吼。这原因是因为呢，你即种水吼，伊较好控制即个杂草吼，所以即草的即个问题，所以蚵仔咧种的时阵上重要，其实还是吼，我是个人认为讲，就是迄个水分的即个问题吼。安怎讲即个水分的问题，就是讲即个水你家控制哦较淡的即个目的吼，当然一好就加一解啦吼。就是讲伊当然呢，即个料啊较淡消化吼。甚至呢，甲伊堵掉咧，这目的是要创啥？吼，其实就是为了杂草控制。哦，真诶，上个重要的是，因为这种有堵水的时阵吼，杂草加真好控制吼。较袂讲草啊，因为草啊咧大，绝对比蚵仔咧大较紧哦。你即马等候伊即个草啊大起来，蚵仔呢，得叫暗过吼。所以咱一般是希望讲会当安尼来种吼。那么另外，即个蚵仔伊即天然生科吼，伊本身就是较爱高温多湿的即个环境吼，所以呢，水呢伊耐湿性很强。所以成长也是要有效吼，伊包括伊迄、那个，你主要看这叶啊好，还是伊个叶柄吼、叶冠迄个所在呢？咱迄个耳环吼，迄、那个所以伊拢有一个迄空气吼、迄气腔，所以伊足适合这个水分呢。水分绝对来讲影响不是很大啦吼。当然咱那是讲一个这个目的吼，咱那是。抛开哦，你那是讲我卖去改无去考虑到我的这个杂草的这个管理哦，那当然没有问题。你种落了呢，可以有一个适当的这个水分，然后可以稍微给它干，有些打淡，有一点啊这个变化。
大番有一点啊变化的时阵呢，啊，伊成长呢，个根会个会个较好吼。但是对蚵仔来讲，你会发现蚵仔迄个根吼，伊伊唔免足深的吼。你若是水分有充足的这环境内底，因为伊本来伫伊个啊生长的这个环境呢，伊的啊对于这个适应性的相当的这适应性的本来的相当的这块吼。那么甚至呢啊有一寡较无。啊，较无水的一个即个所在呢，啊，伊同款吼，伊同款呢嘛是会当啊去种，就是咱咧讲的即个旱蚵，但是即个物件吼，啊，伊可能就是即、這个伊也无法度去堵水哈，因为蚵仔这时间真长，草吼、啊、可能是真歹去管理，所以一般若是讲你要改放蚵料啊较大，不也是会建议讲啊是差不多伊到即个长拢较密来了吼，并讲。啊！你开始发酵、发酵、发酵，差不多伫四个月、五个月这个时阵，伊长已经较密啦。吼、哦，这个时阵伊长有离啊较密呢，杂草就较袂出来。迄阵你要放大呢，啊，你就会当来甲伊这个开始吼、哦。那么基本上就是讲，那产量要好，蚵仔品质吼，比如讲啊，要靠重量，你差不多是第七个月开始呢，啊，你得上起码上万吼、哦，在第七个月啊，你就会当呢，啊，你来甲伊这个。啊，你要放哦，你要较打小化，啊，到要采收进程一个月呢，啊，来甲伊即个克蚵打，啊，即种呢品质就会比较较好啊、哦。那么一般咱蚵仔咧用呢，当然是啊，即、這个杂草吼、哦，杂草咱会用即种啊，即、這个丁基拉草、丁基拉草即种呢。那么通常就是讲一分地大概三公斤，那么正常咧用吼、哦，一个月去甲补一摆，补一摆。啊，即丁基拉草你若无堵水吼，伊、哦、效果就无好吼、哦，所以咱通常就是讲你配合即个堵水的一个即个时间。那么为什么水蚵仔即个产量较悬？就是讲你啊，伊即个堵水吼。哦那么以杂草较好去控制吼，但是咱若准讲会当有一个半打打的一个这个方式吼，比如讲你啊，卖到第七个月较可打，你第五个月伊都已经都拢已经捌啦吼，咱会当从这个啊，比如讲蚵仔吼，咱互伊粗约的粗迄阵的水吼，互了啊。啊，慢慢慢慢啊，加深哦，差不多长啦，你啊咧大啊，差不多有到八公分、十公分了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差不多到这个时间，伊第四个月第看种的这个季节，平东可能是四个月、五个月之类只啊，应该伊开始呢，到四个月种呢，蚵仔迄个蚵叶已经就差不多拢发白啦，迄阵啊，你得爱开始吼，会当来改即个放水哦，咱尽量会当呢啊，迄阵就改放哦较大啊，即阵可以大量过去啊，根可以了较深一点安尼吼，这个时间点就差不多是第满四个月、第五个月开始一个一粒白啦了，因为这种的一个这個、你会当过较早进程就甲放哦大。啊，因为水是咱的管制，打淡有变化，这绝对是对伊来讲是上介好的。但起码这问题来啊，那、你那是放了较大的时阵，有两种情形，一种哈、哦，这个伊的一个吐影会较侪，蚵仔会吐较侪，这第一个你会增加你啊，拆这个蚵仔的这个机会哈、哦，这个测牙哈，这一种来了，伊的就容易的这个感染哈、哦、啊，这种你那你要放较大小化，有当时啊伊的啊，差不多伫这个第四个月左右哈、哦，这个咱开始要改扩大哈。哦啊，这个时阵，甲伊拆一遍这个蚵仔，哦，即个叶呢，甲伊拆掉，互伊啊，一般生长的一个期间可能爱拆两遍啦，吼、哦，上起码两三遍。啊，你若准讲是啊，放较低头啊，得甲放较大，伊个就容易布件，吼、哦，布迄个叶出来，啊，即会增加咱咧操作的这个困难，吼、哦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啊，会留啊去甲伊灌水，吼、哦，这个啊，灌留啊较深淡薄啊呢，吼、哦。所以啊，这个原因是伫这个所在，所以。啊，这个打淡没有变化，其实是伫四个月啊，无你个草就歹控制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讲要甲试看卖，我唔惊吼，草你无咧惊吼，那可以吼、哦，绝对可以去跟他拼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失败的这个机会足大吼、哦。那么尤其吼、哦，伫头前那是差不多前两三个月之下只呢，啊，伊遐要个啊未发白吧吼，现那迄阵呢，这个杂草的就容易起来。那么你尤其呢，你个打淡有变化吼、哦。那么你啊堵水，以为草呢发不上来起来，咱草药啊咧下效果嘛好。啊，你若打淡有变化，啊个有照着光，伊个粘面呢就
草就发起来，啊，草去发悬起来了呢，啊，你就无栽掉个下草药啊，吼，咱用的这丁基蜡草，你嘛知影吼，伊个草萌芽的时阵，你要好，你若会发悬起来，迄种草啊，你就无发，你变作变讲像汉芋，咱伫即个横林较早咧种，真济去转即个巴拉瓜吼，啊用巴拉瓜来去甲下。哦，啊，因为伊个草，伊个芋啊有发起来，啊，地卡遐个，啊，伊个是接触性的，伊就怎啊伫地方甲下一抓过，啊，无个草呢，根本你也无发哩。然后这是种这个旱芋足大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啊，这种伫这个草的这管理，啊，咱用水芋啊的这目的，吼，咱用啊水芋咧种产量较悬，最主要就是上重要就是草给足好整理的，吼，所以啊，所以你啊总讲要开始会当有一个这即马拢。其实这个真济吼，开始拢会建议讲啊，咱虽然是水芋啊吼，咱但是咱伫这个啊水的这个部分呢，当可以大大有变化吼、哦，就是讲啊半水芋的一个这个，卖讲啊六七个月拢堵水啊，唔免安尼吼，咱可以差不多四个月足啊，迄阵已经擘起来了呢。那开始就当这个打蛋，把伊放好了，有变化，该控制又好势哈、哦，啊配合这个草药啊，小可用一下。那么安尼起来来啊，会当给伊这个啊降低真侪这种的病害。上重要就是讲伊的品质哈、哦，那么会给品质提升哦，这个效果呢啊会特别的明显哦。所以呢啊，这个嘛是咱会当去操作的一个这个啊这个所在哦。所以呢，这大概是安尼这情形啦哈、哦。那么这里家伙好朋友呢，小做一个参考哈、哦，就是讲啊，有当时啊这种慷慨哈，这个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啦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几好啊，得教几该哈，唔、哦、是所有的代志咱拢有法度呢。完全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是变作咱的这个啊，咱的这选择安尼吼啊，但是就是讲啊，那总共会当伫第四个月足了吼，四个月迄阵较目高啊来操作啊，第一就是讲先开伊的一个啊，这个、管理草的不容易吼、哦，这草的问题，咱有法度得到这个控制。那么个一个就是讲啊，迄、那个时阵呢。伊这产量啊、品质啊，拢有法度来改这个提升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讲啊，这是足大家咱去改操作的一个方法，哈、哦。那么这提供给咱注意听众朋友，哈、哦，这做参考，哈、哦，这也包含呢啊个人的一个看法啦，哈、哦。我感觉讲啊，真侪这物件拢大家去改啊、去改思考，哈、哦。那么。有人的这个经验，啊，咱改参考看卖一下哈、哦。那么基本上呢，啊，这个确实是可以这样的来操作哈、哦。那么那是有一个这个改变，但是就是讲你稍想一下哈、哦，因为确实迄个草哈、哦，我感觉做是内底哈，这个真侪人对。每个人哈，每一个人对于这个认定较无同款哈。那么不过个人还是觉得哈，我感觉啊，这个草呢，对我来讲哈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哈。这一点爱啊，小心注意哈。嗯哼，好。